1, 2, 3, 4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让今天的代课老师方文山吓得大叫。哦，平坦。什么是平天日记啊？在学校被悄悄反压到。最后一次我用它就是拿来吃咖喱饭。不教国文，教美劳。方文山要同学留住童年回忆。每周二晚上6点。